就没有新中国。老师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党徽呀。上面写着什么呀？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。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新中国。我们从党的光辉历史当中来汲取智慧力量，把我们红色的基因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，将我们个人的理想跟我们祖国的需要紧密的结合起来，时刻准备着为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担起这个时代的责任。在进校之初，我们首任校长杨冬春先生，他团结一批，带领一批进步教师，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，引导青年学生结合社会实践探索现实问题，鼓励广大师生阅读进步书籍，成为革命的有生力量。